视频找出我有几只跳舞小熊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熊。小雪，我们是要找有几只小熊，不要跑题了。知道了，我找有三只。不对，有四只。我也找到了，但是只找到了三只。小贝姐姐，你们再仔细找找，一共有五只哦。最先找到的免去所有作业，这可是眼镜老师给我的权利。啊，五只在哪儿啊？眼睛在我看不见了。啊，我找到了，刚好五只。小雪姐姐找到全部跳舞小熊，免去全部作业。啊，太好了。35+53=多少？我挑一位同学回答。大宝，是多少啊？啊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怎么办？大宝，起来回答。幸好，35+53=88。很好，坐下吧。大宝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我刚才恰好看到小雪把答案写在本子上了。大宝，你好幸运啊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可是我的暑假作业还没做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什么？还有暑假作业？对呀，还有手工作业。啊？什么？还有手工作业？还好我已经都做完了，就剩下实践了。啊？实践？啊！我要赶紧回家补作业了。总算写完了。啊？黑魔王呢？我有秘密法宝，我也写完了。啊？什么？只有我没写完吗？啊，是眼镜老师，不会催我写作业的吧？喂，老师。小贝，你告诉小雪、大宝他们，假期延长一个月。知道了，老师。啊，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假期延长一个月。这也太幸运了吧！小朋友们，你们找到全部的跳舞小熊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